그러면 그러면 잘 哎呦，是真心爱小白的。你看我，今天说这样的，今天25万里径我已经拿来了。真的对的好啊！我是真心爱小白，不会，我不会，我是真的爱小白。真的不会跑了。25万，你先收下。妈呀，同意吗？我真的不是我就忘了这个人。您同意我跟小白结婚吗？年轻人的事怎么说？你说啊，至少还得你们好好过。你说你努力干什么呢？你不是希望你太好吗？还行啊，我会好好的对小白的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小白的。但是我真的爱你，妈妈，谢谢你，妈妈原谅我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小白的，不会让他以后跟着我受苦的。怎么了？事情的结果是什么？来来来，面对面对大家，面对大家。对吧？你被拿下了。为了还要你说，我的老师。这卡给你了。25万是吧？里面。对。之前有多少是贷款？10万多吧。还有多少是借别人的？还有10万。啊，又要付利息，又要欠别人的人情，其结果呢又不是当下马上就能用着的，就是为了凑这个形式。我觉得吧，是这个，你表面上要了这钱，最后你还得花他们身上去。那他现在为了这个又要去背人情，要背这个利息，你说有意义吗？对吧？房子贷款让他们俩还，差不多就对他们是对自己家庭的考验了。你觉得呢？你不缺这25万是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你还是拿着，这笔钱我们以后。都是该我们用的。你拉倒吧，这钱还是拿家里的房子抵押的呢。该还的我都会还，你再给我几年时间，我一定会还得起。早跟我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妈，他就是不会说，他是嘴笨，他一般他讲话都是嘴笨。他嘴笨，他心眼可多，还藏钱呢。真是的。这卡你还是拿着，因为这不是你的钱，是你父母拿房子抵押贷款来的，好吧？不要记仇，该怎么过就怎么过。爱他的女儿就要尊重。以及爱他的父母。妈妈，爱是必要的，不过手要放得松一些，只有放手才能自由成长。我希望你可以不要对你以后的爱情给他的包袱太重，希望你们能幸福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行了，你就别处中间了，让别人娘俩牵着手吧，然后再牵着你的老婆娘，跟着扶着你的丈母娘回去吧。走吧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不是得谢谢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总有一些母亲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女儿是宝贝的，是无价的，但真正要出嫁的时候，却总是把她和那些所谓的礼金结合在一块儿。总有一些男人口口声声说特别爱自己的女朋友，一定要跟她结婚，为她付出一切代价都是愿意的，但是却不愿意为她在自己的丈母娘面前牺牲那么一点点自尊。所以说人都是矛盾的，既然要爱，爱的实质就是彼此感受，彼此尊重。